简单的步骤。好，我们从左边的，左边的。韩哥，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要放在音乐上，还是影视剧方面的？现在国服孙中山还没有结束，那下个月差不多能全部能杀青，那有可能在还有就是下部大武生的宣传，那还有在下半年呢，就是我准备第二张专辑。那在影视方面，你最期待合作的女演员是谁呢？张曼玉。对。她是你的偶像吗？我觉得很喜欢她的每部片子，她的气质啊。我不知道他在不在，等到结束以后再给他打电话。如果要他在的话，希望他邀请我去看。我问一下，你的第二场演唱会会不会来沈阳找他？我应该尽量吧。对，我当然希望在全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想去开我的演唱会。开巡回。对，开巡回。嗯，你有什么话想对你沈阳的歌迷们说呢？其实我来沈阳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因为自己能数过来，这次也是几次来到沈阳，所以挺感谢歌迷，沈阳歌迷这样支持。毕竟说见面不多，但是还是这样热情去支持，我觉得挺感动的。那我希望以后能多一些机会，多一些时间内在沈阳去做一些活动啊，还有演唱。问一下，8月12号，您的那个首部电影《大武生》就要上映了，然后会不会来沈阳首映？我不知道他宣传会不会让我来沈阳。对，我很希望来沈阳，他去东北、黑龙江啊，我也很想去。对，因为您是东北人吧，所以老乡们都觉得您是不是？对，我应该回来。对，这个真的是，我从昨天开始到现在，觉得每一个沈阳的朋友都把你自己当做了这个当地的人一样。其实我的很多亲戚也在沈阳。是是是。而且没准大家存存人品，可能韩国这个《大武生》的首映，也许会放到沈阳会友谊站的，都说不定哈。应该有可能。对对对，都说不定。来，再看。爱的翅膀，你们想和他一起唱《爱的翅膀》吗？那一起唱，我们一起唱。大家喊个口号吧。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，歌唱与爱是不太一样。你的梦想在路上，有我的火力飞翔。我们的爱是你的翅膀，给我穿那么你。一起打造属于你和我的天空。哇！现在歌迷最大，我们太幸福了。这段时间说那么多，真的很辛苦。韩哥在我身边一直也有不断的和大家在近距离都看得到哈，相信大家很心疼他。我们稍等一小会儿，马上今天近距离的签售就要跟大家开始了，要排海队哦，大哥们。